男团女团 AOA 前队长智敏在2020年7月遭前成员敏儿指控霸凌长达10年，私生活不检点，最终智敏选择退团。申领约2年时间的她，日前传出与新东家签约，重启演艺的活动，更在新节目《第二个世界》中出演。开播当天，她也久违在 IG 上写下心境，提到再次获得站上舞台的机会，虽然是期盼已久的瞬间，但当站上舞台却是非常紧张，也感觉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所以很担心。最后也表示会尽最大努力给大家展示最好的音乐和舞台，也很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。还有雪炫也到贴文下留言应援，还转发对方贴文写下今晚第二个世界请多多关照智敏。I'ma bring my best, you okay?